大家好，现在才6点多点儿，天现在已经蒙蒙亮了。今天的天还是不是很好，昨天刮风还没给人带柴带人刮走，今天风还是很大。现在颐美园刚才不到6点都已经走过了，今天给俺送酒来了，俺妈这给家带着孝，然后她说也没有啥事儿，然后她又进了点酒，然后她说准备给家带看着孝，然后再带喂鸡。这一大早人家送鸡的都来了，昨天联系了，一大早都来了。看看他拉着大公鸡，这那种一只恨不得10来斤的那种大公鸡，还有鸭子，那个小柴母鸡，哇，这柴鸡嘴利了，不多大了，还1斤多2斤的。看着这鸡不大呀，还没多大了，看着。先给它搁笼里卷卷它们，要不然一撒出来跑了哪都是。瞅这个棚，这两天刮大风，刮的棚都刮开了。俺这个狗算是厉害了，弄不出来。旺财，刚才还有点昏暗呢，这天，现在说亮都亮了，一会儿都亮可快。哎呀，赶紧，我得赶紧走，你们园自己给那儿的，还得剪尖，还得扫。我买的防晒套装啊，墨镜、面罩，然后还有个防晒帽。今天风大，那个帽都不戴了，赶紧走。我点了2大保温水，煮了那个大麦茶，就那个炒麦茶，端奶用的那个东西。买回来都翻单了，可翻的可好了，柴鸡蛋。现在这条件都好了，你看俺都是吃这柴鸡蛋的，都连忙要柴鸡蛋的，喂多少都是喂。我给家，俺那是洗衣服做饭。大嫂大嫂，收拾收拾，领领孩儿，喂喂鸡。王大，我打开你了，走去。看着这不嫌。40多个，弄2个鸡蛋，俺那大宝贝也快放学了，那你吃完让哥哥吃啊。就这个上面保鲜膜给他扎几个孔，盖不着，看住，啊，让俺家人吃，长出来像豆腐脑，看住，你可弄个啥呢？吃完了，真棒，很会吃。然后这两天断奶了，你瞅他一喝好了，要给我弄来药要睡不好，还是不咋好好吃饭。现在这两天给他断奶断奶了。奶粉你也不好好喝，煮好了这饭也不好好吃，闹情绪。哎呀，真棒！你干啥的是狠的？你看见没有？这两天就是吃的最多的一次，这2个鸡蛋。哦，给乖，快吃啊，乖，哟，快吃了，没有了，这小生这一坨了，吃完了。俺奶奶看看你的嘴大不大啊？哎呦，吓我一跳，这么大的嘴巴，没有了，乖，不看了，没有了，再见，拜拜。哎呀，真棒，尹一成，来，宝贝儿，看见了。哎呀，在这儿呢，宝贝儿。
老师。嗯，老师给个啥呀？让奶奶看看。老师给我的这个。啊，给这个呀，妈，上车走了。